会捌代志，就捌看到，啊，细汉看嘛袂晓啊。 啊！咱这照，逐年拢嘛这时间拢嘛有啊。早时头啊，咧下昏甲日头尾暗啊，迄阵下。哦，几分？几分？几分？下下要死哦。早头白黑啦，到下晓日就看咯。真不惨，好咧有咯。我搞我照啦。哎，搞我搞我，我切到来，直直突突，遐个突切到遮。这个伊遐脚也讲倒倒落啊，啊倒落就唔好啊。那你无看，也得切。 啊！伊若无落来，搞恁约来较袂啊！啊，我嘛袂走啦，嘛是我，我若原在，我倒嘛是过来啦。这车先生较戆啦，戆戆结戆结啦。我先来哦，本来是地无啊来吼，拢来打，咻咻咻吼，啊！即摆若一只兵，有只兵有安尼，本来打，哦，兵做好看。 拢规军杀，兵一直走，啊！即摆面一枪，穿一枪，啊！大家安尼，兵兵，啊！兵兵一直走，有来迄军来，安尼较早看，但是以前咱看迄军，不若百只的咯，歹算的，是。 那那差那很多，浅浅啊，我好记，有一只啊，啊打这把，痛痛痛痛，真呀，我追来。哎，看差差钱，那条蕉偌济嘞？哦，那创了个位耶，那个我赶快啦，看水啊，那无是，那无是台的啊。小时候没有，大概5、6年前开始注意这个小便斗的信息，觉得小便斗很蛮奇特的，因为引领这个一。 好像比较多小片，小片好像有别名，然后称坦鸟啊，它又叫坦鸟啊。它的羽毛有一点金属色的，它最特别是它的辫子，长在水稻田跟花生田出没。它的脚有一点偏红色。 体长大约30公分，是台湾鲸科唯一有长辫子的水鸟。它是冬候鸟，然后它不是保育类，它是肉食性，然后据说在不知道哪一个国家有研究，哦，好像也吃草，可是我们可以确定它不吃花生。 然后土豆田收割都会有那种跟小便很一样的那种咖啡色，它就会躲在里面，然后让我们尽量不要发现它。它的警觉性很高，它就在很远的地方，只要有看到我们，整个人形它就飞走。看就是其他鸟类往哪一边飞，它就跟着往哪一边飞。然后它飞起来很漂亮，它就是很体型很小，但是它飞起来翅膀很大，然后在空中很漂亮。 它这里也有一点偏白色，然后它有它的脖子这边有一点黑黑的，然后我们也可以说它这里是它的微微颈。然后它们大多都是成群结队的出没。小便很遇到风，它会逆风，因为逆风把它自己的羽毛合起来，如果是顺风的话，它把羽毛推开，它就会冷，然后就会感冒了。小便很它在。 水稻田的时候，它会清理羽毛，然后帮羽毛梳头发一样梳一梳，然后飞比较好飞。希望小便很可以一年比一年多。
更活泼，然后我们园长的地也不要受到污染，可以更多小便很。那最早呢，是我们的鸟友那个王建训老师，他发现说，在赏鸟的过程当中，我们云林县园长包中这附近，那个小便很这种鸟种好像特别多，所以呢，他就在我们鸟会有一个提议，就在2009年我们有第一年的普查。2009年那一年我们的普查有7000多只。然后第二年也是7000多只，第三年9000多只，我们大家就觉得说 shock 啊，这真是我们云林的福气。好，那到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有下降哦，2000多只、4000多只。那这样的一个数据显示说，哎，我们必须要来重视它。根据那个特生中心林瑞兴博士他的了解，他说小便很这种鸟种。在英国他们已经监测了数十年，他们发现说虽然小便蝒不是濒临绝种的鸟种，但是呢每年有下降的一个趋势。然后像小便蝒在亚洲，其实这个是从一些鸟书还有网站上找到，你就看在亚洲其实它那个估计从1万只到10万只，那个 range 是非常的大，你就知道这个是非常粗略的一个估计。在亚洲呢，我们对小便蝒几乎都没有做监测，也没有做普查。那我们台湾呢，这几年有做这样的活动，我们觉得是有它相当的意义，值得科学方面来做一个参考的。我用吞了耶。发射鸟从它的那个栖息地被破坏，一直到湖山水库的开发，这整个呢都是让发射鸟面临在台湾几乎要不见了、要消失了、要绝种了。因为它夏天呢到我们台湾这边来繁殖，很多人用尽一些不太好的方法去拍摄它、去找它。那目前发射鸟以今年的那个数据，我们只有看到13只。当我们的小便蝒数量还有好几千只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开始来保护它了。小便蝒呢，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宜兰大概是50只到100只左右。那在云林县，我们通常呢普查的都是好几千只，几乎是占小便蝒的90%以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这么确定，如果说我们掌握了云林县的小便蝒的数量，大概就可以代表全台湾的一个数据。第一年我们主要就是有云鸟的伙伴在园长拍的小便蝒，所以那一年我们超大志工就是有总共40个人。然后第二年的这个主题图就是我画的那个粉彩图的小便蝒了。这一年的话，我们就已经有58个人。倒是今年，就是我们会希望说，我们除了调查员还有鸟，我们会开始去关注就是小便蝒它栖息的这块土地。对，所以我们就是把那个小便蝒聚集最多的园长它的最主要产业花生，对，把它跟我们的小便蝒结合在一起。目前募到调查志工已经有75人了，就是每年那个人数都在增加当中。我们会希望说当每年的这个时间，当大家知道说有小便蝒调查的时候，然后也会知道说园长这个时间其实他就是在生产花生。当然就是会希望说来这里的也会希望说他们可以光顾一下这边的产业。我们在讲物种保育的时候，我们会就是除了保护那只鸟，其实它栖息的环境其实是更重要的。因为小便蝒它又是农地型的鸟，那想必说就是园长这个地方的那种农耕形态，或许是对小便蝒是刚好就是很适合它的。其实他们对那个栖地的忠诚度其实很高的。对啊。对，然后说如果说我们当地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友善的这种
种耕作方式的话，然后友善这些鸟，我相信对不管对鸟啦，对人其实也都是很有帮助的。然后我们的调查方式主要是采取这个地毯式的一个搜索，然后意思就是说，调查员他在他负责样区里面，他开着车，就是把那个他样区里面这整个巡一遍，然后有小便痕的地方，有小便痕的话就把它记录起来。那我们记录的时候主要是记录数量，还有它停栖的位置，然后它这个位置我们主要是以坐标来记录，所以我们每一组调查员他都要有一个 GPS， 你就到处去划分一个范围，划分，对，我们会给他划定一个界限，对对对，我们会给他一个样区图，那你就是在你负责那个范围里头。什么时间调查最比较准确哈？我们调查时间主要是上半天，就是你天亮一直到大概11点那个时间。像讲的飞来飞去吼，跨区啊，咧重复完了，去重复计算掉。对，所以我们的调查方法里面就有讲到说，我们在计数的时候啊，您只计数蹲在地上。然后如果说你数到一半，然后有飞进来，有停下来的，你数没关系。但是如果说你看到是从天上飞过去的，那个你就不要计数。对，对对对，我们会都要戴望远镜。那它可是小片，其实它本身很大一只。对，还有体型很大。对，它大概跟鸽子差不多大小这样子，所以其实对一般来讲，一般的人，即使你不是一个赏鸟很厉害的人，你只要看过它，嘿，那你知道说它会喜欢什么样的栖地环境，对，那你去找它，其实就还蛮容易可以发现它。今年办理的情形，我们大概在前一个月从网络上就是平台招募志工，我们第一个志工的成员是我们云鸟的伙伴，然后另外今年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志工是透过特生，他们架一个网站，然后全国招募来的，有来自台中、台北、新竹、宜兰、高雄、屏东，非常的多，非常的踊跃。第一个原因是小便痕在云林县的数量是最多，他们想要看到大量的小便，第一个就要来到云林。第二个就是当然说我们这次的活动有设计栖地巡礼，然后他可以在前一天就来到云林，先去熟悉他的样区，然后去找到小便痕，看到小便痕。而且我们鸟会有提供外来的鸟友，他们可以先住宿，也不错。昨天小便痕非常的配合，我昨天在和平国小附近，我看到一群六七百只，我们那两台车的人在那边看着不亦乐乎。是，有一次我就问那个王建旭王大哥，他说那个肉是很瘦的、很干的，然后很硬的、很难吃。这个十好久以前这种鸟就在园长活动了。只是最近我们野鸟协会有特别的去关注它，它好像那个口比较贴的，不知道啊，你要问黄生宏，口比较贴的那个好像是狗的，然后比较鲜艳的那个口这边有棕色的比较鲜艳，那个是狗。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最主要是针对小朋友，所以我们有一些彩绘啦、DIY 啦、叠古巴特这样的活动，还有相声的表演。我想这样呢，可以激发小朋友寓教于乐，然后跟生态教育做结合，也可以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可以加深他们爱乡爱土的一个情怀。你数数更好，应该就是我啦，我叫小燕涵，请多多指教。在中国大陆，他们叫我凤头麦鸡，岂不是好听多了？通常呢，从林子里捉住蚯蚓时，我要拉扯一阵子，拉出来后还要用清水洗一洗，才送入嘴巴，喂食干净的哦。明年11月到2月，我们都会在台湾，可能会看见我们的。是啊，你们是云林的贵客，云林以你们为荣。台湾来国拜，再见。再来哟 ，See you tomorrow。鸟啊，好，谢谢，谢谢。他从哪里来？是哦，答得非常好，辛苦一下，谢谢。好，去年4000多只，
那你今年要猜多少呢？不要举手，不用举手，只是你默默的写在我们的卡片贴起来，这样子。好，就是要猜猜小便盆。那你们可以把名字跟你们今天猜的数量填写完之后呢，贴在我的右手边的右后方，有一张大大的海报，就贴在你们猜的那个数字的位置就好了。我们最后结束的时间是11点，因为我们的鸟调人员11:30就回来了。等一下要大甲发的9点，好，那看哪边集合。让这边游客来看我们这边的土豆鸟，当然是希望说那土豆鸟会来这边，然后会带动我们这个地方的观光，也会带动我们这个地方的保育工作。今天我们要来调查小便痕，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数鸟，看今年来渡冬的小便痕有多少只。那有些民众今年或是特地从北部来看鸟，那他们看到鸟真的很兴奋。我们是云林，是农业大县嘛，农业大县本来就是应该要对这土地更加关心。因为我刚在那个学校，我说土豆鸟长什么样，那个导览的小姐有给我看她照的那个相片，所以我大概已经知道它长的什么形状。志工呢就开始到他们普查的地点去做普查，那他们会一直数鸟数鸟数到11:30，然后就到和平国小这边来集合，把他们的数据呢我们写在大地图上面，再做全部的统计，那就是今年的成果啦。酸菜的故乡半日游都没有看到主角灵芝，好，小谢董南哦，董南几个区？2区117。哦，我们董南这么多哎，208啊，土库二，请问一下几只？208，208只。哦，嘉义县的新港。然后总共两只，很棒哎！我们每年的这个土豆鸟大集合，这个小便盆的普查，为什么要同步进行？是这样的原因，因为如果你可能人很少，你可能跑这边，那你就会发现说土豆鸟飞来飞去，你觉得很多，可是事实上可能都是同一群飞来飞去的。所以这个同步调查其实也它是一个科学上的一个重要性，因为你就可以保证说，你的这个数量调查不会。被守护的记者，这帮老师哈还没有回来哈，我先帮他报数量哈。被 LB2 哦104只，然后他就从轮背直接穿越到四湖去了，650只。轮背 LB1，请问下几只？0只。好，谢谢大家，0只。今年第6届小便盆普查在云林县境内的。数量是4446只。
的数据都有恭喜你们了，是的，这个数据比起去年怎么样啊？多了，去年是4131，倒过来刚好是1314，对不对？好，今年有进步咯，谢谢这些辛苦的助动们，谢谢。数量比去年多，那它代表什么含义？我看那些鸟友们都很热情，对不对？大家惜家带眷，然后自己开着车子在那这样找鸟，对不对？我们的生态老师引导我们来的，因为以往啊，那个我们在北部要看这个动，看到这种可爱的小动物也不简单了，真的太好。小便盆这里有一块干的，一块湿的，又可以玩水，对不对？又可以去翻土。希望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更多人来关注，跟我们一起生活的大自然。我是觉得重复一个样序的话，可以知道变化跟对他孩子那个鸟的那个分布。我们希望能够找出，能够看出说，哎，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性这样子。有没有共顾？其实对我来说，那个不是重点。而我的感觉就是说，当我在一路上寻找，然后看到，当我看到的时候，那种好像找到老朋友的那种感觉是很好的这样子。人、土地和小便盆。这就是有共生的关系，小便盆可以存活的环境，人就可以存活。小便盆健康快乐的在这边度冬，人也可以过得健康快乐。是小便盆选择我们云林，而不是我们云林选择小便盆，这是我们大家的福气呀。可能代表我们其实云林的环境应该是越来越好，所以它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多去关注小便盆，然后我们云林是一个农业首都嘛，就是小便盆如果很多，其实对我们云林县的一个形象来讲，应该也是一个蛮正面的一个，正面的影响。然后小便盆普查如果越来越多人参加，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像黑面琵鹭一样，它能当作一个明星物种。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能够继续推广下去，然后呢，更主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向下扎根，希望更多的孩子认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生态环境，然后可以把他们所知道的将来长大能够带着走这样子。困难我们分两方面来说，第一个是志工，第二个是经费。那虽然说今年的志工已经突破70人，可是呢，在云林县的某些乡镇，我们觉得还是没有人可以去做普查。再来第二个就是经费的问题，虽然说县府有补助我们一点点啊，那个游览车的车资，但是这是不够的啊。我们也很希望说善心人士或是关心这个议题的朋友能够给我们一些捐款